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Focus，专注。跟你啊，反应到了，我是鬼，我是鬼，我是鬼。你又他妈的！还好他卡在墙上，有三发。哦，他死了。啊，怎么又变招了？又变招？你到底有几招？你还有招吗？没影翻手了吧？！Focus！Focus！我真的觉得我开始，我要去强化我的装备，我真受不了！妈，后面的网他妈真的没有容错率。就到这了，就到这了。他妈的，就真打这只网，他妈不是人在玩，操你妈！还没。只要有任何一只网让我卡6小时以上，我再升级。否则我就不升级，合理吧？还没卡关，为何升级？